那是读圣经，咱拍开一节的所在，就是《路加福音》第四章第十八节到十七节。那是读无圣经呢，还是读无方便呢？咱袂使看这边的背景里啊，有这类经文。咱直接来宣告上帝话：一、二、三，请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送香的人，差遣我报告，就白的趁着头棒，青盲的趁着看到，叫那些所压制的趁着自由，报告上帝压力人的喜年。接下去，这样看，他将这个钱啊，书卷给卷起来时啊，交予执事都记录，会堂内面的人都定睛来看伊。耶稣对伊人讲：“今仔日这个经，这个经文应验在汝人的耳仔的中间了。”众人都称赞伊，称赞主耶稣，并下记伊口中所出的恩言。佮讲：“这个毋是约瑟的囝吗？”耶稣对伊人讲。你人特别用这个术语啊，对我来讲，医生啊，你医治你自己吧。我人听见你在加百农所行的事，也应该在你自己的家乡里来行。故讲，我实在告你人讲，无有先知在自己的家乡是赚到人业力的。我对你人讲实话，当伊利亚的时候，天砍了。三年六个月，遍地有大饥荒，
迄时啊，以色列中有四真正侪即个寡妇啊，都、就是失去了丈夫的寡妇。伊利亚无放差遣去伊人即个人迄边去，只放差遣伫西顿撒勒法即个寡妇迄边去。先伫伊利沙的时候，以色列人有真正侪将迄个太高的人哈，但是内中啊，除了叙利亚国的乃曼将军啊，无一个人趁到洁净的。咱不知道来阿头，咱来祈祷。亲爱主，亲爱上帝，我咱不知道交托以下时间，求主赐落恩典，降落圣灵的大降雨，运行伫阮中间。何况接着圣灵的恩膏膏抹，来敬拜，来谈到，来领受上帝话语，来帮助上帝的国，来接近上帝的真理里面。所以主，我求你即时来膏抹传讲的甲领听的，让领受圣灵的感动，圣灵的引带，好让单单来看到主你做工伫阮身上，好让单单看到主你实在了拣选了我人，好我人无放下上帝。如何我能稳定？何况即时一切的上帝来恩膏膏抹，趁着主啊，你丰盛的旨意，丰盛的启示的真理，接着你膏抹，膏抹完个是到每一人，接着耶稣膏油的宝血来赦免，来洁净你教会，何我人无难做的来趁着主的活水江河在我中间，接着圣灵的工作，主啊，我趁着真正的更新。真正的透棒，真正骨一道心灵活泼，趁着主的亮光，所以主我能感谢俄罗斯的生命，求主继续彩排你书架，你正教会市民为了我人，像像那火墙呢，火墙呢为了我人，所以主啊，你天君天神，本起起落来来替我人做工，班长我人这里主啊无路用的人，我人这软弱的人，会趁着主啊你透棒时，我将为上帝你见证，甲你美好的工作。所以听完祈祷，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今日来分享一个题目，就是基督的禧年，基督的禧年。上帝的日子里面有排比了和人的点声。当上帝排比的点声时，伊要人入到伊的旨意里面，入到伊计划的旨意里面。That's the appointed time, appointed season. 上帝伫每一个季节、每一个点声，拢有伊家己计划。因为上帝是一个计划的上帝。上帝是一位历史的上帝，上帝是一位按照伊的奇妙、伊的奥秘、甲伊的智慧来做工的。所以上帝唔是安尼款哦，随了风行，随了水流，唔是。上帝做事呢是实实在在的。所以上帝这主名啊，咱就要找到上帝的心意。目录过这个日子里面啊，九月十五号，就是在知影九月十五号是虾米日子？有人知哦？目录是十月九号啊。目录过九月二十五号是虾米日子呢？无人知啊。哦，咱个马来西亚啊，正是日子吼啊，最近唔知今日了吧知啊，还是怎？古在虾米？我无看，无看你泡杯，我唔知系咪系咪日子，我知个是 holiday 啊，我不落短嘢啊，所以唔知系咪日子，我知个是 holiday 啊。人里面真系借 holiday， 特别借 holiday 是为着啦，来庆祝人嘅这个生活。但是上帝定嘅日子呢，伫里面呢有俾真正要紧嘅事俾做工。原来啊，伫教会十五号啊，是犹太人嘅这个一人嘅节日一样嘅这个日子里面啊，是叫做禧年，禧年。就是在禧年是啥物？禧年啊，伫圣经啊，这里利未记啊，利未记十五章那边有个人讲啊，都是上帝派伊律法和伊以色列百姓时，一设了这个禧年。这个禧年呢，做咩呢？这禧年是五十年个一道年，五十年个一道。
รู้จิสิลังลมิงอุกุยได้ก่อจำนี้จิเลจิเลปัวนอเลเตกาวรุ่นนอเลปัวฮะบุกก็แก่แล้วฮะว่านอเลปัวดีฮะแล้วจิปะจิจับก่อหอยฮะจิปะจับก่อหอยโอ้บัวอันนี้ชิจับก่อหอยชับปุ๊ดโตละจิเลปัวชับปุ๊ดโตละฮะแก่ตั้มปุ๊ดละนอเลละฮะนอเลข่าวตั้มปุ๊ดอุกุยเลยว่าไม่ใช่ละแต่สิจิสิลังก็เจจิอาจิลังกุยจิเลอาจิจิเลปัวอาจิเตกาวนอเลข้าเจสิจิเลฮะ这个希尼呢是五十年才一到，上帝呢立了这个节日啦，这个假期啦，这个节日来明啊，是做咩事呢？原来啊，当时啊，无达达人的生活，无达达人的生命，过了一年好事，对不？还是人真啊过啦，还是讲还是人的啊，人讲机会啊，还是讲达达人的拄到路无常，为人行了真啊顺，为人行了起起落落，搏了个搏。啊，狼了个狼，哎呀，刀了个刀，哈，个白起来，个无事啦哈。所以上帝知影咱个道路，为咱个巧，为咱个无安尼搞，为咱个聪明，为咱个无安尼搞，安尼聪明。但是上帝伊是一个施恩的上帝，为咱个健康，有人个烂，有人会拄到好个人，有人拄到个无安尼好个人。所以每五十年一到呢，上帝讲，我要这个日子里面呢，我要偷棒每一人。那是就是欠了就是累钱，还是人情，还是欠了这个得失人哈，你得失人啊，你得罪人哦，或者是哇，你那是卖官粮，你一世人咪还 Q 掉的是吧？或者那唔知嘛，去得失人哈，得罪人，得失人害到人哦。那是你驾车去弄到人，人卡车，你安怎？你赔人个卡哦，你无在了赔嘛？你弄为个弄死人，有安尼代志。所以为物件，人袂去拦阻，还是讲为物件，人袂去阻止。特别发生了，你发生了安怎？哇！人个人命你歹咯，人惨啊！一路来行落去是惨啊。但是耶稣人个上帝呢？伊讲啥物呢？五十年，我袂有一刀好你一年呢？偷棒的了，所以耶稣，咱看下经文里底啊，四章十八十六啊，路加福音。耶稣呢，伊出道的时啊，一来个拿撒勒，就是伊家乡的所在是，伊接到会堂内面，伊就找以赛亚书安尼开来看，以赛亚书真啊厚哦，六十六章，但是伊掀一边一篇出来呢，伊讲主耶和华领在我身上，因为伊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和双向的人，才派我报告到北的摊到偷棒，前面的摊到看到，迄个压制的到困北的摊到自由，报告上帝喜悦人的喜年。这边啊，第以赛亚书本讲到上帝要出来医治甲偷棒，虾米是喜年？喜年有几真系要紧的意思啊？头一点就是，伊是一个。赎罪一点声 ，Time of Atonement 就是赎罪日，都、就是为上帝为下面人的罪。我跟你讲，人生里面啊，会贪到困乏，贪到被偷棒，贪到怨叹、坎坷、艰难，罪罪问题。但是上帝讲，今年我若是提早来罪呢，你就完全归人轻松了，归人贪到偷棒了。人啊，唔是讲个啊。贪借贪少，该快乐，你知我讲咩哦？人想有著借金处，噶是叫快乐。你一千金的处，你一万一万张的名称，你大几金，你困几张的名称，啊？一张对哦。你一个点声，你干呐伫这所在，你袂伫哪个所在？但是困眠噶要紧，伫你困的所在，你徛所在有平安，个要紧，你住的处就水就大金。所以希尼就是讲明呢，上帝为何人贪到平安、贪到安息、贪到骨头生命的更新？然后那是你得罪了人、得失了人的，你被偷棒，上帝讲，我被偷棒你。但是不一点哦，耶稣讲，这个上帝讲的，这个利未第几、利未第几是入过经讲，另外被叫人偷棒你的时啊，你不能偷棒别人。你不能偷棒别人，那是自己欠了你，你就讲免行了。
就是那的士路、的士路，你们讲我原谅路、我下边路、我逃跑路。所以若干年后，耶稣把讲过，那是你无原谅人，你无饶恕人，上帝都无饶恕路，上帝都无原谅路。这是达到的真理来。你那是要贪得逃跑，你先逃跑人。你逃跑人时，你本身就贪得逃跑。所以在希尼的点上，耶稣上帝讲：“我要逃跑我的百姓，逃跑，因为上帝领在我身上。”但是你知哦，在以色列人的历史里面啊，以色列人历史几年都知道，哇，真久了吼。在亚伯拉罕，到个摩西，哦，到个这里耶稣的时代，差不多要五千年，哦，耶稣的时代到今仔日。不咩五千年，样差不多四千左右嘅年诶，即历史啊。但是以色列人嘅历史里面，顶摩西颁发律法嘅时是3600年左右啊，3500年、3600年左右啊。摩西学即律法嘅时，希尼嘅时啊，你知以色列人一两百件即希尼哦，你知个一两百件嘅即希尼哦。那是你读圣经，你读到古约嘅圣经，你掀来掀去，掀来掀去啊，甲新约圣经你掀来掀去，掀来掀去。一想起是无虾米看到伊人啊，以色列人啊，犹太人啊，伊人听上帝话讲，去年我被偷棒人，去年免行孝，去年呢我被原谅人，一想起人无提到，无提起，虾米事呢？因为啊，原来去年啊，讲是真了好听，讲是真了好，特别人做未到，哇，那是讲人欠了镭免行，如安呢？叫做大概哦，哇！如安尼讲宽阔哈，啊，免行啦，哇！那是人欠了镭啊，你希望讲安怎不得行？对家买啊，我欠也那卖行，人未明白这种的真理，凡事哈，对对对，无一定较好，人未行路，无一定是无好。所以样样历史里面啊，伊人唔捌行这个虚拟。所以一些人的历史里，虽然一人是上帝的儿子，一人唔捌经历希尼的偷棒，希尼的异地，这个就是上帝的儿耶稣基督来个一样中间，拍归以赛亚书，宣告讲主的灵在我身上，我要动机要偷棒希尼云哥在乱中间，耶稣有错来希尼哦，啊？耶稣出来虚拟哦，有耶稣开人目睭，耶稣予人耳听到，耶稣予你太高的听到洁净，耶稣予死人过活，耶稣予无类人、怂恿人听到希望，听到天国的福音。耶稣安慰伤心的人，耶稣原谅赦免犯罪的人，耶稣逃亡了以色列人，耶稣逃亡了犹太人。耶稣今仔日本偷棒教会，偷棒凡来个一面正的人，打当打脑壳人。耶稣讲：“我被偷棒，因为耶稣是希尼的主。Jubilee， 希尼是都是这里喜乐，这里快乐，这里安息，这里偷棒，这里丰盛，这里自由，这里新的生命，新的盼望，新的力量，都是希尼。”所以耶稣一个下面一个最后一用一身骨一生命献过的十字架顶，一下面了人完全的罪，所以你古早的罪、今仔日的罪、各有你巴在的罪，一部分下面。所以你免个扣你罪了，因为耶稣讲明这是虚拟，但是虚拟来时哈。耶稣来到拿撒勒，这拿撒勒这所在时，耶稣在翻开这个圣经讲时，一人在听到时，一人当作欢喜咯。咱看下一节圣经节哦，咱看21-24节，OK， 这边好，对，感谢。当耶稣掀开、拍开以赛亚书，一宣讲、宣告时，我一听到声，真系特别哦。在那个属灵的环境里面，在 spiritual atmosphere 里面，在属灵环境，人感到哇，耶稣在讲时，人感到哇，原来是无常，一吹一讲而已，哇，我感到无非常，我感到真有一个温故在一人中间。
所以那些人，那些人一样听到是，哇，一样做喜极，真的欢喜。但是接落来了，马上呢，马上一讲明呢，一讲又说，我又说，下面呢，这里不是约瑟的家咩？这不是 son of Joseph， 这不是约瑟的家，约瑟家什么意思？这不是那只叫做茶缸的人咩？It's just a son of carpenter. It's just a 做茶缸的人呢。哎，多的有人家乡，咱把你啊细汉到大汉，咱把这个人吗？耶稣在伊的出世到生长的时，伊保守了家己真好，伊无泄露家己是上帝的囝的身份，伊无让人知讲伊是弥赛亚，伊是救主。所以样想。鄉村的人啊，像甘榜啊，像鄉村的人，他們認不出說耶穌是基督來的。所以像這個耶穌這個，耶穌要出道呢，耶穌要傳說天國的時候，耶穌要宣告自己是上帝的兒子，人不接受他。所以像我今天我站在這邊，跟你們像家鄉的傳道人，在宣告上帝喜年來到時，請問你會相信嗎？啊，是讲哎呀，搁在一道的公道，讲好听尔呢，无采工的啦。我对厝啊，我情形常常的，我问题常常的，无改变的。那迄阵时呢，就是安尼款。我要教你讲哦，每一道路来个上帝嘅上帝教会，上帝要做新的工作。上帝无帮杀每一道的主日，因为主日是上帝建立的日子。伫主日内面，上帝要行。伊的技术的一日，那是你信心今日你听到讲上帝，我唔是要听到你讲的好听话，那是要成全成就的话语，都是你真理，都是你的意愿。The prophecy must become true. That's called prophecies, word of God. 当时人讲，这唔是约瑟的囝吗？这是一个夹扁担呢，这是做茶缸的人呢。所以耶稣对人讲咩呢？哦，你在这对我讲咩呢？医生啊，你医治你自己吧。啊，这边讲医生，你医治你自己吧。我听到你的加百农所讲的事，你们讲的你自己的家乡，你是做茶缸的人吗？哦，了，上耶稣呢就看到一人的心意。耶稣性格一人讲了，我在乱想什么？你讲医生啊，你医自己啊，医生。哎呀，你讲个虚拟啊，上帝要偷棒位，好我啷丰盛啊，为好我啷好势啊，为好我啷兴旺啊。特别你是做最，你不是这里双向的咩做茶缸的人呢？圣经讲啊，耶稣的面啊，是好看是不好看？有人知哦？有人知耶稣的面好看不好看？好看啊！有人看到当今人啊，画出来耶稣啊，伊 portray 啊，伊轮廓啊，哇，个恩道咯，阿无人哎！你去看以赛亚书，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加五十五章，以赛亚书不过以赛亚啊，以赛亚书，他也没有美容让我们可羡慕。伊讲了讲耶稣的面啊是普通的面，你要看到是耶稣，唔是伊面，伊外形是看到伊里面的荣耀。所以耶稣站在拿撒勒会堂里宣告话是，伊人未相信伊，伊人无接受伊。因为医生啊，你医治你自己啦，你这个双向的做茶工的人，你跟人讲什么物件？所以接落来，咱看下一节，下落下底个啊，伊讲我是在跟人讲，无有先知伫家己的家乡、家己的甘榜哈，赚到人命接落来。人看起你的，伊不过是本地人尔，是毋是？因为你看咧大汉嘛，你捌伊捌啦，人讲捌个真啊识啊哈。所以我对人讲实话，耶稣就讲内代志互人听。头一个代志，当伊利亚的点声，你捌伊利亚哦，伊利亚啊，伊利亚的点声是呢，天啊，砍啊，砍死啊，三年六个月，未落雨，跪地。塌下个了，无水淋，长袂活，咪惊死，禽兽本死，人死无死，人本死。迄阵时有大饥荒，但是以色列中有真一济寡妇啊、未到啊，死了红的人，
恩性先。嗱，我成日大波就樣咯，我個老母啊，查波嘅樣，大波師嘅啦，國父啊，好像嗰個國父啊。所以呢，呢陣時啊，有真一隻國父恩師了，穿住你咧，喺你無恩嘅人啊，咁樣嘅你孤兒啊，會死會死會咩事啊？伊利亞無去教咁樣所在，跟阿企只篤篤只嚟只嚟只嚟。遇到一个国父的家人，那里遇到一群，那里国父一群，都是西顿的色，这个撒勒法的一个所在。西顿是一个人家外邦的所在，不是以色列人的人，不是上帝百姓的人，是上帝百姓异国的一个什么？一个国父。那是人讲，摩西是代表律法，以利亚是一群。伊利亚是代表了，伊是先知 ，He's a prophet， and he is a very great prophet。安尼大先知，无差遣到一些人中间，乃是去到外邦的所在，去和这外邦的国父。国父是一尊，味道是一尊，味道咱看到呢，今仔日一声乞食啊，你看叫味道。今日如果啊无安个人啊无，伊不是会生活着。因为查某人贪做工，今日啲社会啊，真系适合查某大贵大波，你知无？啊，当今日工个啦，真优秀，优秀做优秀的工，贪做这类，做错的工呢，做咸类，你真奇怪哦。当特别当时啊，但是当时啊，那是你是一个死了硬人啊，你都想乞食安尼款啊，有会走去做咩啊？走去做派查某，阿婆呢都要死。哦、所以这个国父这个味道一表呢代表什么？就是代表了当时那个无泪的人、丧乡的人、可怜的人、可怜大的人、会死了的人、无糖吃的人、无糖挖口、无人顾一人、无人饲一人的人，叫做国父，叫做味道。今天这请问，在上帝国里面，在教会中间，有安尼款人哦？有可能无安尼食力啦，但是伫教会有丧养的人，啊，教会有无泪的人哦，还是教会噶了不给十八十噶了诶？我甲你讲啊，丧养唔是罪，丧养无泪唔是见笑的代志，但是丧养是现实的代志，就是人需要上帝。但是今仔些时候，那是人的丧养，人的。无泪，也是讲咱的本地，哎，双向本家本家接了，除了泪以外，你无人缘，不是一个双向的着，啊，你关系无好，不是一个双向的，人家是关系上的贫穷，你晓听？你关系是贫穷的，你无人缘着，你袂好人，甲你生活好是，你的生命有真啊乱啊，这不是一个贫穷，哦，无一定讲你第一有泪叫做好嘅。所以今天这社会有真多双向，所以双向代表呢？双向代表人需要上帝，应该上帝来差派先知伊利亚来医治伊人，但是无哦，哈密事呢？因为啊，虽然啊，当时啊，以色列人真多国父，真多双向的人，这双向的人，双向的国父，却无相信上帝，却无挖苦上帝。准备说天会砍死三年六个月，啊？准备说无定定，不是，是一些人得罪了上帝，所以上帝派先知讲，基督三年六个月天卖落雨，天一滴水啊，一点水都无落啊。今天你的社会，今天你世界安尼乱，还没说，咱要好好思想一阵，面对这个现实的代志。所以今天安尼最需要人是，人有无贪着上帝供应，人有无贪着上帝派差派的使者来个人中间来拯救人，来讨帮人。当时过了一些列的国父里面，先知伊利亚无去到人中间，却是去到外邦的西顿撒勒法，因为西顿的撒勒法，而这个国父接待先知，相信先知。先知讲咩？煮一顿我食。这个国父讲咩？我存一点仔的油，一点仔的米粉，
我若是吃了，我就死了。伊利亚讲，伊利亚神帝讲咪，主给我吃生，剩那无，主给我吃生。这个果腹安怎？主给你吃生。虽然你是以色列来的神帝，我相信你是神帝。我不吃了，我不死，我不吃，我不死。安尼看第一段，上路吃神帝。服侍你圣殿，先服侍你，先荣耀上帝圣殿。玛拿会知，这个姐吃了是越米越油越米粉，未停未了的，直到这个三年六个月，河流水来到时，以米红的米粉，果是满的；米那个油油汤的油，果是满的。主耶稣讲，就是安尼款，神的无去到以色列人任何一个国父的中间，去到外邦的国父。第二个事，当伊丽莎的点声，这个是伊丽亚，这个是伊丽莎。伊丽莎是做啥呢？伊丽莎就是伊丽亚的大门徒。这个门徒呢，比耶稣呢无输啊，因为呢，伊讲咩呢？哦，愿汝上帝感动你的灵，加倍感动我，愿感动你的圣灵加倍的感动我。这是伊丽莎。More anointing, more miracles, signs and wonders. 伊更加多神迹，伊更加多神迹奇事。这种的神迹本是有名的神迹，但是在伊丽莎的点声是本是一个环境真歹的点声，因为当时的真侪人生太高，你知咪叫太高？你就个再讲太高是咪？有年纪人再讲太高，当今你每一个年轻人还咪是太高哈？伊讲啊，阿三哥我知啦，太高我唔知。我捌去个中国啊，去个太高村啊，哇，伊人是无鼻孔。有的是无目睭，有的是无脚无手的，啥物事呢？迄虫啊，食伊，哇，真啊歹看，规身骨。那边后来有药啦，你药来到时，伊脚无了，伊手无了，目睭无了，鼻腔无了，嘴本啥个是无嘴的啥个，骨头人啊，有没有？钓大太哥啊，是真啊惨的代志。钓大太哥啊，是无药剂哇，骨真啊见笑，骨真啊绝望，骨真啊惊吓，骨真啊无办法。苦苦奈何，伊讲啊，当时啊，一些人啊，真啊济得太高呀。无论是有理人无理人，不有得太高。但是伊丽莎无医治任何一个一些人得太高的人，却医治了，却洁净了，就是呢，乃曼，叙利亚国的乃曼，叙利亚是就是叙利亚，就是以色列嗰一个所在国的将军。叫做乃曼，这个将军，这个乃曼代表什么呢？就是代表有关系的人，代表一个讲，有身份的人，尊贵的人。但是这尊贵的人，有身份的人怎，确实谈到了大太高，伊袂依自家己，但是一听就讲，伊是咧境内啊，境内啊，有神的伊丽莎，所以伊拿了金，伊拿了银，伊出来博钱，伊拿了。各行的里面，也有一个心去到以色列境内找伊丽莎。今天我们若是要找上帝，我们有这样的心志哦。哎呀，神的伊丽莎，在以色列的南面而已，在我们的这个境内呢，特别没人找伊，就这样就太过，没人找伊哦，没人看到结晶。但是这个乃曼将军，他帮了伊的身份，帮了伊的身段，谦谦卑卑。看到伊个动机啊，得了伊个金伊个银伊个礼物，揣了伊薄钱来找伊丽莎。伊丽莎讲：，你去江边面约旦河去长一七刀，你病就好了。开始时，本是真奇怪，本真未接受啊，本真受气。我记巴斯马克斯把个人分享这个信息会记哦，啊会记哦，很好，巴斯马克斯啊。哇！伊头先是伊未接受，安尼是伊顺服，伊顺服。兄弟姊妹，人需要学习顺服。
有可能开始人头脑想袂过，安怎上帝要安呢？上帝要安呢？上帝跟我做对头，上帝怎么随便跟我做对头？你是最最，上帝是怜悯路、恩待路、甲开条路路，但是你信心目睭要看到。所以乃曼后来一看到了，一去长一刀、两刀、三刀，哇！一回人啊，越来越水啊，四刀哇，更加水啊，五刀、六刀、七刀，像个婴孩。因爱这个这个 baby 啊 ，Johnson Johnson 啊，我拍广告，哎呦，那水一贵啊，那许多人呢，特别一皮肤上跟哪呢水，这就是我明呢结晶。乃曼，伊是外邦人，伊无滴上帝的 name list 啦，明着，伊无滴上帝的名单啦，明着，以色列名单全部都移民了，特别这里奖金谈到了结晶。上帝要跟人讲明，耶稣要跟人讲明，耶稣要跟人讲。虽然咱是上帝家人，虽然你是上帝家是尊贵的人，但是你若是无信心，若是你未相信，若是你未接受，你不未谈到洁净。今日咱每一人来到上帝家，上帝保佑前，咱每一人要有信心，因为主甲人讲的希伯来书，人若是无信心。未托主的喜爱，未托主的喜悦。You are only accepted by faith. Without faith, we cannot please God. 人特别有信心，因为上帝配得人相信。上帝那是你卖相信，上帝你不相信就罪。上帝坦讲，我坦我靠，我是一个信实的上帝。但是你对上帝怀疑，你是不足以的性格啊。你知道明白你说没有？你对一个有条件的人，有一个正义的人，你说这个人啊，不赢这人啊，哇，你这样说啊，你这样想啊，你是对他不足的，因为他是一个正直的人，因为他是对的人，他是一个好的人，但是你怀疑他的事，这是对他的一个不足的。上帝是这样，上帝是完全良善，完全圣洁，完全主爱。一个套房的稳定，输落伊稳定，伫咱中间是，咱既然未相信你，徛伫咱头前，咱要卖接受伊时，这都是罪。拿撒勒人，你说了，迄边人，迄边家乡人有罪哦，有罪无？真正多罪。因为耶稣宣告时，一人屈足了耶稣。你看接落来圣经讲咩？接落来啊，爱这里，廿八节到三十节，四章廿八节到三十节，廿八到三十。二十八到三十，哇！你看一人啊，唔是屈着耶稣啊，哦，会堂的啊，会堂的人啊，新的国的人啊，听到耶稣能讲哪里代志是啊？伊利亚加伊利沙这个故事是，哇！一人怎啊？无谦卑哦，犯到什么？悔毒啊，欺哄啊，哇！欺哄咱怎啊？起来啊，抓耶稣啊，推到伊山那边啊，伊城去的山那边，要将耶稣杀落山脚。和耶稣怎样？剥落去啊！和耶稣咩啊？和耶稣死。呼！向我一边人向哦，哎，伊人是以色列人在哦，哎，伊人是耶稣白白多汗白白徛的所在人在哦，请问教会有哪样人哦？咱要设计吼，咱来上帝家。人的吹头，人指甲要小心。还是不是人用人手杀人啊？用人吹杀人。还是人无真正去陷害人，但是用人的头脑、用人的思想、用人的心，害死、害气。但是人害死、害气，人就是上帝家的人。哇！耶稣可以屈足到安尼款地步。还是级别啊，让心特别真更新，因为黑暗充满全地，黑暗充满一些的人的时啊，伊人心不是安尼款，迷，佮困吧，佮迷出来，佮做了一个真大的罪恶。耶稣好像杀落山落山山脚啊，会啊，耶稣的点声无教过，耶稣对伊人中间行出去，从此以后。耶稣的头永远不再回了。圣经讲了，耶稣对他以后
无独在独对，那是了。教会啊，那是直接耶稣行出咱教会啊，聊聊，你搞我面来这边啊，聊点啥呢？啊，所以咱别用耶稣留落来，耶稣留落来，耶稣，你别按照学耶稣留落来呢？啊，按照别学耶稣留落来，按照学耶稣，按照学一个人留落来，你别学晒伊，你要关注啊？啊，哎啦！你一抱伊安安呐，你知我一个查某孙啊，我家管的真好个，我唔捌骂伊，我唔捌拍伊啊。但是有一搭我话伊多多声，因为伊无礼貌，甲我骂。啊，我对我骂真尊敬啊，虽然我骂读册无济啊，哇，我真火大啊，完全乱你看，哇，一再的我气用烟怎？伊无走走，伊揽了我脚，揽了我脚，呜，好了，因为我骂伊心疼啊。这囡仔已经大汉了，啊，真大汉了，拍个咧底哈，东南亚冠军，我查某孙，啊，这里讲两个名，你别学耶稣，留在咱中间时，你别好好服侍伊，你别好好揽了伊爱伊，你别荣耀伊，你别高唱伊名，你别敬拜伊，你别。高估伊，你要荣耀伊生命，你要相信伊，你要深深的来爱伊。所以耶稣第一阵时无赚到伊人的欢迎，耶稣离开了伊人。耶稣离开人，去到呢去到加百隆这个所在。加百隆呢，就是耶稣后来呢，伊服侍基督的基地啊，基地。对待后，耶稣。算讲去年点啥年，耶稣伫别个所在医病，伫别个所在赶鬼，伫别个所在传讲上帝国。对单要上帝呢，就将去年呢传教下来呢，相信的人接受耶稣了。今日去年伫做呢，十五号教会去年都是伫咱中间。虽然咱讲保罗有甲咱讲。人无需要，佮对对个律法的所在，律法呐，古早律法点啥？讲到咱要守虾米节期，看虾米日子，伊讲律法已经过去了，咱要接受的是新约 （New Covenant）， 都是新的时代来到。但是，请你注意，虽然保罗讲这个日子节期是过去了，啊，这是 shadow 啊，唔是实体啊。但是请问耶稣定十字架定时是虾米日子？你知影？就最知耶稣定十字架是虾米日子？啊？啊 ？Good Friday！ 哦呀 ，Good Friday！ 一个我爱谁呢 ？Easter！ 哈哈！犹太人的节期是虾米节期？啊？犹太人的节期是虾米节期？你哪唔知？逾越节对哦 ，Passover 对哦，就是耶稣经迄日节，逾越节时，伊死的时就决定，杀死了一个我，都是赎罪节，都是耶稣，佫是对了犹太人的日子来行。请问，当圣灵充满降临教会时，是发生的虾米日子？啊，五旬节 （Pentecostal） 对哦，无早一日，无晚一日，准准落去一日 （Pentecostal）。听讲今仔日是主盆节，今仔日 （Day of Tabernacle）， 哇！所以咱徛伫主的殿中，哈利路亚，感谢主。所以你看，唔是特特哩 Pentecostal， 特特哩五旬节，圣灵就降临；唔是特特哩逾越节，耶稣就被。赎罪嗰一道冇，但是这个节期隐隐约约里面有启示有指引。你再听听啊，我未离啊，我最近我放假哈，我 take holiday 啊 ，retreat 啊，啊，然后我未去我这个休息一点啥事啊，我就传讲了我等嘅信息啲中文灯哈，
我讲个虚拟啦，就是开始讲虚拟啦。那我讲虚拟是我唔知影讲啊，教会接过好啊，无你贵哈，是犹太人的阶级的虚拟。那后来上帝一步一步错，我去发现到这虚拟的信息的时候，哦，原来啊，这个虚拟啊是落地今仔日不达那款啊。你在头一个虚拟是第时哦，头一个虚拟 ，the very first jubilee， 都是当耶稣呀 ，Joshua 啊，伊人带一些人进加拿大进应许之地时，让开始第伊人的应许之地时，伊人归头一个虚拟，明白我讲没有？摩西和律法，摩西和祭祭。但是摩西和这些是一样的旷野的 wilderness， 是老一个老人老年无接教的所在，所以在旷野里面是依然未惊如法，一样是学习如法呢。但是一样接教英文的所在是，就是耶稣也错，一样接教英文的所在是呢，一样开始惊头一个虚拟。有历史家哈，就是犹太人呢，也是这里、个、有研究这里、个、日记的点心，这里、学者哈，这个、scholar 呢，一样换掉，现在是一时。空八年，主政啊 ，B.C. 一时空八年啊，明白哦？一时空八一千四百空八年前，主啊，耶稣未出世以前一千四百空八年，今仔这是自空自二年，所以你将自空自二年加一千四百空八年多少呢？啊，我搞了总搞了三千四百三十年。对哦，啊，三千四百三十年，除啊 ，divide 啊 ，divided 啊，除四十九年，因为四十九年，嗰一年都就是虚年嘛，过十年嘛，对哦，所以 divided 四十九年，除啊，四十九年都是多少？你明白我讲没有？人已经进入第七十个虚年了，七十。70圣经啊，讲个七十的时啊，有特别意思的。头一道圣经讲个七十的时啊，这个特别的字句是我会记的，就是讲一人丢了个巴比伦的时啊，巴比伦那样丢了个巴比伦的时啊。圣地耶利米啊 ，Jeremiah 啊，又讲到咩呢？讲到养七十年后，养要赚到头棒，要转到养家己的家乡。会记哦，有知哦，读这圣经人啊，过一个哈。过一个无好的代志，这是好的代志啦。过这七十年无好的代志，我想到的是无的无期待的圣经，但是期待的历史的，就是耶稣就定时的决定的是啊，皮拉多迄、那个法官啊，迄、那个将军啊，因讲你要将你往定死的时决定啊，用定死伊，定死伊，定伊的时就决定，然后伊的罪呢要归何罪？伊罪归何我人，教我人子孙哇！让定耶稣是让加工的话，一做落大王成功，跟落大王子孙，主后七十年，啊 ，A.D. 七十年，归了亚罗撒冷，秘密白白，还没说呢，提多将军来个让中间，撒布让个来 ，wrap up 让个来，好让起个了，所以七十嘛，有一个特别的属灵意义。你问我，今仔日咱的虚拟了没有？因为教会接过好，开始到明年之空二三年教会接四好，在虚拟的中间。这个中间里面发生什么事呢？我不知道，老实说我不知道，但是我的感受到我的领受是什么呢？今天要传讲这个消息是什么呢？头一点，我相信上帝要提醒他的百姓，耶稣基督是虚拟的主。耶稣基督是要偷棒百姓的上帝，耶稣基督是要赦免人的罪。那是你感觉到你有罪，上帝要赦免的，我要跟你说，这是虚拟，耶稣要偷棒你，虚拟的主要偷棒你。你若是感觉自己罪恶未落的，哈利路亚，今仔日耶稣说这个罪会落，这个情欲的罪会落，这个误会的罪会落，这怨恨的心会落，这个病会赚到头棒，这个身躯会赚到骨折刀来复还。耶稣说今年是虚年，所以呢，
我被好路弹掉都对，都失去的。耶稣讲，因为这是虚拟，所以我被福气我的百姓，因为这是虚拟，我被陪伴路将来的多试探多日子。因为圣经跟人讲，启示录、马太福音，甚至归本的圣经跟人讲，在人头前有多灾难、大灾难 ，big tribulation。你知不？这么是世界的乱呢？因为圣经的预言开始要行了。但是今年的虚拟呢，我相信上帝要陪伴伊的百姓，要徛了在，领受了好。看到上帝的这个陪伴的点上是，有一种的生命在人中间是得胜的生命。安尼看试探来时呢，这灾难来时呢，这危险来时呢，咱会赢过。我相信这个虚拟七十年的虚拟是陪伴上帝百姓的一年。但是如听到你耳啊，今仔日当今九月啊十月九号点声。你听到这信息的是，你相信无？你相信上帝接到刚才这个无名小卒跟你讲的话？啊？你相信上帝讲耶稣呢？都是当时的拿撒勒耶稣认捌伊的啊？人讲这是做茶工的人呢？伊讲的话，伊相信咩？伊人都屈作了耶稣。但今仔日你坐伫这边，上帝话偷棒的是，我讲今仔日。虚拟的这个英文要领教你生命了，你相信无？你接受无？你相信？你接受？你站起来。你人不听过千禧年咯，闽南人，你知咪是叫做千禧年咯？啊，千禧年，就是在他们是千禧年，啊，不是一千年叫千禧年，两千年叫千禧年。千禧年就是耶稣基督一个在来时，一位主王一千年。这边是名的千禧年呢，而不是叫一千年呢。伊讲一千年就好了嘛，无伊讲一千个虚年。你知啥物叫做虚年哦？虚年就是啥？我讲的，是上帝偷棒的年，偷棒稳定的一年。但是每一年来个第二年的虚年是比头一个虚年更加好了，是不是？那个第三年是比第一个第二个虚年更加好了，那个第四、第五、第六、第七、第八、第七八、第九八是比头前的七八、九八的虚年更加兴旺了。所以耶稣要做王一千年，伊宣告讲每一年都是虚年。所以那是你有这个机会入个上帝虚年，我要告诉你讲哈利路亚。今仔日你为上帝为耶稣做的名，那是加达嘞。你相信有虚拟了吗？你知道虚拟要来了，无久的日子，虚拟要来到咱中间了，是一千个虚拟，耶稣主王的虚拟，这就是咱基督的相信，这就是咱基督的信仰。拉未去到新天新地时，上帝讲有一个一千个虚拟，迄阵时人活了这个世就是，这个、政权啊，这个。人家 political issue 啊，是完全公平、完全正直、完全是这里真啊好的一个政府。因为耶稣做人元首在耶路撒冷，你想相信无？这刚才会变正啊？这不是故事，不是童话故事啊 ！Hello， 这都是人基督教信仰的根基。我们要有千禧年。今仔日，咱们开始过头一个虚年，就是咱的地球那边。咱经历这个虚拟时，是陪伴咱的心，上帝让咱担着担保担保，但是将来要让咱担着完全的满足，完全的喜乐。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沙拉玛利安达拉玛西里，穆拉玛拉玛西达拉玛亚拉玛耶。Kura mama mashi kara mama shiri re. Shalama ya tarama yi turuma ya tarama yi.
O daramaya daramaye daramaya turuboye Ko daramasha daramaya daramayde O tararashi daramaya ro yararare O daramaye Ko tarama shi darama yi darama yi re Senke to si wai chu Senje ju shi shen ju shi ju Holy is the Lord Ko rama ya lama ye lama ye re rama ye Se min woman de jui 逃亡我人的心，逃亡我人的生命。苦多罗玛谢哩哩哩，哦，沙拉玛耶，达拉玛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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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玛耶。让人心灵个信息，来感受上帝的工作。苦多卡拉玛耶，达拉玛谢哩哩，让人吹出声。来俄罗伊，和耶稣徛伫咱教会，和耶稣徛伫咱生命，和耶稣徛伫咱的家庭，甚至袂徛伫咱的国家。哈利路亚，沙拉玛耶多，沙拉玛亚拉玛亚，耶稣来做王，这个虚拟中间。库拉玛玛西拉玛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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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亚玛拉亚拉玛耶哩哩拉拉玛耶哩哩哩。欢迎圣灵来到我们当中。Sharamaya Ramayi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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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aramaya Ramayiri 这个虚拟来临的时头一个问题要问你的时不是你要爱买赚到头棒是你爱买头棒别人有人得罪了你有人得失了你但是主耶稣讲，这个是虚拟的点声。如愿意无偷棒原谅，那个得失伤害了人。那是如是迄个人，我要为你祈祷。耶稣只是来医治我的姊妹，医治我的兄弟的心。好像看到一种的偷棒，就是一人偷棒，别人点声是。主啊，你完全套棒一人的生命，一滴一样的生命，赦免我人的罪。因为这个赎罪的点声，主你恩膏特别要套棒，在那个愿意相信你的人。有可能你感觉你真的坎坷，我知，但是主为你肯，你相信讲，上帝会，上帝肯，你就赚到套棒。爱买套房，套房今天就入个耶稣讲，祝我原谅某某人，祝我套房某某人，哈利路亚，这是第一大工作啦，今天就好在。哦，沙卡拉玛耶图鲁布耶，跟耶稣讲我要套房。库拉拉玛西，滴滴滴滴滴滴拉拉玛西，圣灵启示路，圣灵启示路，有就追过滴你心里面帮别路诶。Ko la la ma ya ta ra ma 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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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 di sha ra ma di di sha ma da ye di. 第一个问题，就是你这个人的罪要赚到头棒。你讲我的罪消当了，上帝应该是卖头棒我。错，上帝今仔日要头棒你。上帝讲这是我给你恩典。
你做垃圾，你做不配。耶稣讲，只要你肯，我偷帮你，因为这是虚拟的点声，光行赦免的时候，你肯不肯，你信不信，你相信，你肯，我必为你祈祷。拍开你心，沙卡拉玛雅达拉玛西里，主啊，我赦，我叫你赦免我的罪。主啊，我犯了这个罪，就好啊，无好困，好啊，真啊当当，好我真啊困吧。今仔日感谢主，奉主的圣名，我趁着头棒；奉主的圣名，我趁着洁净。今仔日我要像乃曼将军的那款，我要来到你面前，我要趁着赦免，我要趁着洁净。哈利路亚，库鲁玛夏卡拉玛西蒂。Kora maya darama, kora mashiri, kara maya darama ye, kora mashiri, shara maya rama ye di di. Tao bang wai chu, tao bang wai xiong di, tao bang wai chu, tao bang wai xiong di.Hallelujah, Hallelujah, Hallelujah. 第三个英文要领教人的就是，这个虚拟要错人，接到上帝的丰盛。那是你相信讲上帝今日要错你接到这丰盛的生命，让直接来欢迎圣灵的感动。沙卡拉玛沙拉玛耶图鲁玛耶塔拉玛耶的。Shoro maya rama yara maya 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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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o shara maya rama ye Shara maya rama ye 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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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ng suan go hi ni kina jit ling gao lang dong gan Wa ki do chiku lu ki do chiku Chin ai chu亲爱上帝，我宣告，虚拟已经来到我的生命。今天你宣告讲，虚拟已经来到，所以主啊，我叫虚拟不领教我，接到我的生命，让我开始看到一个自由的生命，真正的真理里面自由的生命。虽然我有软弱，但是即时你要叫我坚强，我无够再惊吓，我要勇敢来行走上帝律旨，求主多多恩膏我，听我的祈祷，应要主的圣名，我能宣告。希尼，希尼已经来到，已经来到。希尼，希尼地望中间，地望中间。因为你是希尼的主，因为你是希尼，我来欢迎希尼的主，我来欢迎希尼。来到望中间，来到我望中间，来到望第一新教会，来到我望第一新教会。特别是在福建部所在，特别是在福建，好棒我望，好棒我望，好棒的百姓，好棒的百姓，异地我望，异地我望，穷我我望，穷我我望，奉主耶稣的圣名，奉主耶稣的圣名，阿门，阿门，阿门。